Hello， 我是宏宇，很高兴参加今天晚上的最炫民族风茅台自己的演出。今天晚的表演呢，是由我们的歌手演员一起联袂主演的一场很丰盛的演出。主要的内容呢，横跨了我们大江南北，有藏族舞、蒙古舞，还有傣族舞，还有我们的古筝独奏。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参差了小品《武松打虎》，它结合了现代舞、动作、笑话，以这样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传递给大家我们中华民族饮酒文化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晚的歌舞盛宴吧。在这里，让我们用掌声来送给我们的茅台酒的每一位靓丽的 model， 好吗？来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茅台酒是中华民族酒文化的象征，之所以被称为国酒，因为它有悠久的酿造历史，是三大伟人厚爱之酒，是中华56个民族挚爱之酒，所以我们享用最炫的民族风来呈现一场茅台的盛宴。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翡翠明珠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茅台之夜。我爱茅台，健康饮酒，欧耶！我的私语正帅的有那么多啊啊！我要喝大碗，你要大碗，好，啊、我给你大碗，换一个。你还真能装呢你啊，好，很高兴在茅台之夜跟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茅台酒真的很醇香很浓郁，以后跟家人一起和朋友一起还要喝中国茅台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翡翠明珠啊茅台之夜。哎，喝了茅台酒会怎样呢？啊，非常好。如果你是武松的话，你可以打死很多只老虎；如果你是母老虎的话，武松都会变肉松。啊，其实我们这个游戏叫做做皇帝啊，做皇帝，做皇帝。来，对的。每位靓女呢，她们有10秒钟的时间啊，坐爆您面前的气球。开始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拍手拍手，10秒啊，快点，哇，哎呀，一个，两个，哇，好凶啊，三个，好凶啊，哇，四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翡翠明珠的歌星经理，我叫金莎，兼这里的舞蹈老师。这次为了茅台，我们有认真的努力过，准备了很多的丰富的节目。这一天下来，要比我想象的好。对于茅台呢，今天第一次有喝，感觉口感还很好，真的，大家可以尝试哦。
闻一闻好精神，索一索丝巾回落，舐一舐唔使两头摆。健康饮酒，我选茅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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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！健康饮酒，我选茅台。